嗰五个人曾学生激气巴交，一个强去追车，一个咧就专注学业，两个咧就挂住打机挂住玩咧，另一个净系中意做独乐。知嗰五个人有咩故事咧？第一集就系、是。家教之同伴，
哎呀你呀、啊，真系好讨厌上堂啊！咁啊，都冇咩好，又再，算啦，车都冇得追，你叫加大陆话咩？冇问题啊！嗰只苹果头又喺度发嬲啦。全嗰头都冇得救啊！次次又冲出马路影车，唉，算啦，真冇人睇嘅。唉，有一架车又俾我发现啦，真系有异影啊！跟住整张台，死啦！OK。谁呢？我天啊！你个死蛋嚟，你又未停工啊？我真是笑，人都唔好意思，好啦。哼，嗰只鱼蛋头，边有？而喺度话你成日冲出马路，抵啊！你想啦、你个屎蛋嚟啊！次次你又趁我喺度阻住我，你就知我成日会冲出马路。逃亡先。点解嗰只屎蛋而家得咁閪快噶？
成个人喺度做乜嘢啊？吓？呢度不回。我即刻做功课，唔准追星，唔准食乜嘢都唔准啊！即系个个司机啊！算啦，都系功夫，车都唔追啦。可能嗰只苹果头真系唔知发咩癫嘅。学校情敌，何以俊性格外向，形状而追车车嘅何以新一。嘅阿哥，当真之亲四佬，之外，亦系讨厌阿俊教，佢嘅性格非常偏僻，黄丹明花名苹果头，日日冲，都唔会理啊，就。日日俾何以俊发现，而何以心嘅性格外向，究竟边一个斗得到头自身呢？而著名先，为咗长间中都系最系嗰啲咧，嗰啲嘅人性格下温柔。用依受外界战，依受外界嘅人战斗，做巴士迷就好似一个战斗咁。我跟你一絕房之後，你殺啦喂！主要你仲夠瞓瞓？啊，你瞓緊嘢，你瞓沙發，算啦，冇沙發坐，冇沙發瞓。另一方去打机算算，又带你啦。
嚟到第二日，我依张新嘅老母同父老豆翻咗屋企，起啦。点知会遇到乜嘢？结果咩？哦，我想有一些人在干啥那种吗？是，哇，这也有好玩呢。是的，MIC。佢最早翻嚟再先估，佢最早翻嚟跟住，喂，老公，我呢个乜石龙搞乜嘢啊？我眼睇，我放工之后，佢两只嘢又想点啊？我第一次，唔该。我家我都中意埋晒啲纸皮食嘢，一个最刺激，一个你最毒上瘾，食嘢我真系唔得。做乜嘢？我只系你啊！你个衰仔！我食，我食，跟住。我个蛋啊！不行啊！开始。出来吗？出来吗？啊，过去就吗？哎，你这个。啱啱好，呢条仔真系唔明啊。好咧，主要你好嘛，系咪？起身，起身啦喂！放咗狗，真冇嘢嘅我，不是，
跟住。咩事啊？跟住只脚收翻。阿医生，咩生肿啊？食晒佢哋。有冇好鬼正？猜猜，你再没事，这个毛毛姐姐。我翻嚟啊！你哋我哋做咩？我都话你哋喺度做嘢，食晒呢啲煮家饭啊！衰仔，点解冇得救啊？自己住几落个分咪算咯。系啊，老婆。唉，我就原本打算外卖，嘅最咪意思，早讲嘛，食晒啲住家饭，算啦。我意思，亲嘅父唔父母，我一向都系反对以人挂钩，一结未住先，呢、這个结局都未完噶、哦，边有可能会反对自己个仔会做挂钩啊？佢哋要成为 famous，系喎，都唔知话听你哋get the chicken nugget chicken，唔系 get chicken and。一个牛仔啦，唔该。冇啊。正当嗰只苹果头嘅屋企人放咗你，我咗几耐啊？仲未试嘢喺度，又喺度得罪人啦、啊。又仲冇日日喺度得罪人都唔知惊。唉，真系冇眼睇嘅，日日为咗演出而冲出马路，睇下啦，尽都唔会咁啊。咩都唔敢做啦，冇嘢，唉，真唔知点教你出嚟啊，唉，得啦，哎呀，我真系宁愿 call 个社工送你入清水，call 个社工送你入寄养家庭啊，好啊，惊啦嗬，我再问啦，我再追啦，都求你咋。知局会点？有望将来下一集点？将来系咪意思？一路。喺站可以进嘅就系
一个做边人可能会咁做，冇人可以咁做啫。唉，通远一家人已经走人啦，都话咗咧，追车就等于柴，都冇人睇准。下一集，巴交之战争。